坎奴，耶、yeah, ，坎奴，我们现在在摩兹亚Summit 2013的会场。好，名牌很重，所以先还我好了。对，好 ，OK。那坎奴，你今天下午听了什么？我听了一场叫做 The Web of One 的 discussion。啊哈，那内容是？内容就是大家去 brainstorm 一下，就是我想要的 Web 是怎么样的？想要的 Web。对，我想要 Web。嗯哼。对，那就有很多各种奇奇怪怪的 idea， 但是。最后就是一开始大家先就是随便乱想嘛，然后后来就会到就是把它分成进一些分类这样。嗯哼，那例如呢有哪些分类？例如哦，比如说有 easy to use 的，那内容可能包含一些for user easy to use 的 web， 或是 for 开发者的developer tool 这一类的东西。嗯哼，然后还有是比如说 privacy 啊 security 这一方面的一些。然后还有像是decentralized 的 web， 尤其是就是现在很多那种就说还有一些是什么the content I wrote as I own， 就是我写的 content 是我的，或是然后可以拿来赚钱或者对。好，那有什么事？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你印象最深刻的？我印象最深刻的 ID 哦、One More Cat， One More Cat， 就是 The Web I Want， We Want 是想要有更多猫在上面。OK， 好， 好 ，OK， 那这个在最后的话，内容是会在哪里啊？最后的内容吗？对，它有整理起来吗？对，它会把，就是它其实这个场子在每个商品场地都会进行两次。然后三个场地的内容全部会集合起来之后，再整合变成一个可能是修改未来修改 manifesto 的方向，还有我们接下来定明年的目标的时候会参考这种，那我之后会发扬出来。OK， 好，那有没有什么个人的心得想要跟我们分享？个人的心得，对，参加也好，或者说对那一场也好，都可以。我觉得就是商品就是。其实大部分都是以就是各种 discussion 为主啊，就是大家提出自己的想法，就是可能要先去参加好 ，OK， 谢谢坎奴，那跟大家说个拜拜吧，拜拜，拜拜。